先生，你这么喝。 说的没错，我一直恨着的那个人，他早已经走了。我他妈是个什么人？是个怪物。雷雨哲，你别这样。 雷雨哲，我知道你难过，我也知道你想发泄，可是你不能这样作践自己啊！不用不着你关心，走吧，滚！滚！雷雨哲，你想想老雷总。 你再想想关心你的人，你得振作起来。你不用跟我提他，他走了，一了百了。我怎么办？老雷总，他也是有他的苦衷的，他也是为了你好，他也是情不得已，你说是吧？雷雨哲，你去哪儿啊？ 干嘛去？对阿苏，我不想与你还有任何人发生任何关系。雷医生，慢点儿，来，小心台阶。 雷雨哲，你没事吧？来，慢点儿。那，哎呦，怎么样？ 一会儿热毛巾擦擦，好像有点发烧。哎，有事吗？哎呦，烫了！哎呦，这得吃退烧药啊。段叔，哎，你去拿药，我来照顾他。行行行行，哎呦，妈。
直到最后，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我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。这段时间，谢谢你照顾我的父亲，更感谢你能出现在我的生命之中。在你出现以前，我一直是一个人生活。那个时候，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孤独，什么是寂寞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思考我为什么不快乐。 小苏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子琪，我好累啊。可是我怎么找，都找不到他。雷雨铮这一次真的消失了，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 我得去找他，小苏。你听我一句劝，雷总既然选择离开，就是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我们能做的就是现在留在这儿，等他回来。你想想，他曾经为你做了那么多，就是希望你把工作室弄好，把梦想坚持下去，好好生活。 如果你崩溃了，你觉得他还有希望吗？小苏，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的，一直陪到他回来。